Hello，宝宝们，你们好呀。昨天呢，我跟宝宝们分享了 PCL 注射。那玻尿酸和 PCL 注射都可以用来改善皱纹，对面部的额头、鼻子和下巴等进行塑形。那么它们两个究竟哪个更胜一筹呢？我们今天呢，就从几个方面来说一说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说一说维持时间。那玻尿酸的维持时间一般是在3个月到6个月左右，而 PCL 的维持时间呢是在2年左右。所以这一局呢是 PCL 胜。那然后呢，我们再来说一说价格。我们就以鼻部塑形为例吧。那玻尿酸一支的价格是在6万到11万日元左右，而 PCL 注射呢是11万日元左右。但是从我们刚刚所说的维持时间来看呢，PCL 的时间会更久一点，所以呢性价比就更高一点。那么这一局呢依然是 PCL 胜。接着呢，我们再来说一说注射后的自然度。那玻尿酸如果注射过量的话，很容易引起表情僵硬以及假面感，而 PCL 注射后呢，表情会相对自然，一般不会出现假面感，所以这一局呢，还是 PCL 胜。